나 三中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讲这个维摩诘经啊，也已经啊进入了第81天咯。那么咱昨有讲了啊，讲咱这求佛法呢，一定要了解诸法的空性。那如果呢，在诸法的当中当作有实在性呢？安尼殊中不能依空相应，不正直啊，不生不灭涅槃的世界啊，根本就无可能滴啊。所以呢，注意听好，求法不在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中求，也不在三界中求，唯有正悟法性本空，才是如法。求法啦，安尼注意清楚哦。这是总结了咱所讲的求法，要伫倒位求啦。你如果呢，知影四大五蕴是空性，执着四大五蕴就得病啊。知影这六根触六尘也是空性，六根触六尘产生六识，三六十八呢。这十八界，你无了解伊空性，渐渐依怀染着十八界呢，犹原合法白掉的。何况唔知法的本来面目啊？安尼何能开悟证果啊？那么求法，我那袂当伫三界中求，因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当下呢，这一切日月星、三河大地、人事物。拢总是空性的，所以空性是诸法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呢，你也当透过诸法的空性去求法呢，安尼名为如法求法。那无安尼求，叫做不如法求法，因能证成无上菩提啊。这段最要紧的，注意爱去多思考一下呢。下面呢，咱阁继续讲这个。维摩诘经经文，伊安尼讲咯：为舍利弗，复求法者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，复求法，无见苦求，无断执求，无住真正，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虚论，若言我当见苦、断执、证灭、修道，是即虚论，非求法也。安尼注意明辨吼，因这文言文加添佛经的道理，非常的深刻。那么大家注意听，咱用这个白话文甲消文一遍。意思个念无白话文呐、啊，然后大家呢，甲注意听我讲，甲这文章啊，这深深的意义呢，甲佛祖的本意甲讲出来，注意听好哦。为舍利弗尊者，求学佛法的人，对三宝心呢，不执着佛求，心不执着法求，心不执着。精进求，求学佛法的人，对四圣体虽然了知世间是苦，但是心呢不执见有真实的苦可求学。虽然断除能直感苦果
伊烦恼业障，但是心内无执着，断除烦恼业障而求学。虽然伊修学佛道，对起迄自业已经断尽而证得涅槃境界，但是心内无执着，有真实的修学佛道，以证入涅槃的圣境之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真实的佛法无虚论。如果呢，心内起执着心而说，我应该啊了见世间是苦，应当断除慧执感苦果的烦恼业障，应该证涅槃的圣境，应该修学圣道，用这种执着心修学四圣体，便是虚论，不是究竟真实的佛法啊！哎，注意清楚吼、哦，这段就是啊，维摩诘居士对舍利弗尊者呢，该开始讲要求佛法，是啥物个佛法？佛法要如何求？一直翻的道理呢？也就是讲啦，你要求佛法，要皈三宝、亲近三宝，你是以什么心情来亲近三宝、学习三宝？你要证成声闻的境界，学习这四圣体，那么四圣体要怎学？以什么心态来对待这四圣体法？伊一直讲这问题，到最后才倒归呢？三归四圣体完全是空无自性的道理啊！最后的答案在这所在，也就是呢，如来将这个如来一代圣教呢，伊敢讲拢都是要度咱开悟证果而已。虽然伊会当予咱开悟证果，可是这所有如来的圣法呢，完全是空无自性的。伊徛这角度来解说，所以伊讲啊，用喂。舍利弗尊者，求佛法者要如何安怎求呢？第一，对三宝当中这个佛宝呢，哎，茫以执着心来求十方三世诸佛，茫用以执着的心来求所有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圣法，啊，唔当用这执着的心呢来求呢如来一代圣教的真理之法呢？你嘛袂当诶，以执着的心来求这精团精宝，因为一旦染着三宝为者，当下就生病出问题。爱了解，三宝本来就是三宝无唔对，但是当下是空性，空性不可得、不可住、不可净啊。那又可住、又可得、又可净呢？安尼唔是叫做啊三宝的本来面目。伊头一就破咱讲，对三宝爱尊重、爱尊敬、爱皈依着，可是皈依了，这是不可足、不可净、不可得的。因为呢，在求而中而无求，正中无正相，哎，在得中无得相啊。因为诸法本来是空无自性嘛，在这块经营之下，体会着伊空有不二的境界，不二法门呢。因当下就真正得到三宝真实的意义啊！伊个讲啊，夫求法者，无见可求啊！伊这是针对着四圣体内底苦集灭道这个苦来讲，因为呢，苦是苦无唔对，苦的本性何在？唔是缘起啊！固然伊是过去造业而感召来受苦。可是苦一动啊，未讲永远苦是实有自性的，苦动啊是空无自性的。那如果讲苦呢，有实有自性为者，安尼现在苦、未来苦，永远都苦嘞。可是苦有毕业的时阵呐、啊，有了结的时阵呐、啊，有空的时阵呐、啊，譬如一个来讲啊，会在咧起烦恼，下昼就不一定烦恼呢。啊，下昼烦恼无一定下晡就烦恼啊，所以烦恼有一个时间性诶，有一个时间性呢，
因为它是构成因缘合合扩展的三星。如果这因缘离散的时候，这个苦呢，苦就不易为苦啊，因为缘尽啊，苦就消散啊。你要透过这个道理去了解呢，你才知道苦的本来面目，本来空性的，安尼自清楚无啊？所以苦啊，要透过缘起观念去看呢，苦当然是空性，不可得。伊个讲，无断即求，意思就讲，哎，咱个人咱顿等即个苦与静因呢，即交集呢，我安怎受苦，为即集感来。因为啊，咱过去生中发动咱的贪嗔痴啊，即无明烦恼做一切业，因此呢，咱发愿要断尽甲净化掉，哎。断是爱断，顿灯就爱顿灯啊！可是啊，你也免顿，也免个斩灯呢，因为当下是缘起的。如果贪嗔痴是实在为假，安尼修行永远未成佛。可是贪嗔痴的本来面目，有那构成缘起，所以缘起的诸法呢是空无自性啊！安尼哪里贪嗔痴啊？伊叫做永恒不变呢？所以透过这修行的管道呢，贪嗔痴一旦切断呢，净化掉，哎，就无这执感的存在啊。伊透过这缘起现空的道理来观挂这个执感贪嗔痴呢，无事不办呢。伊个讲，无做尽灭啊，无做尽净，讲净悟啦，净嘛无所净啊。善讲有净啊，啊净是净啥物件？诸法的空性本来净，涅槃的世界当下是不生不灭，无形无相，是不那净。话讲到等来，讲无净嘛唔对啊。啊，如果来讲无净的话，者过去诸佛一直凡夫，永远处在凡夫，因能得到这圣人的高位啊。以及所以有法度证到圣人的高位，伊知影。伊比三人较清楚，因为圣境是不可随，离开这语言上、文义上，因此啊，伊知影讲这圣境本来就不可思议啊。如果若是自作讲五灵境为者，安尼毋是叫做正悟的时阵啊。因为啊，涅槃的圣境非语言文义所当形容的呐，所以正悟这深深的境界呢。伊并无自作，伊嘛无修道之求啊。这个修道就讲，哦，我修三十七道品，修这六道波罗蜜，在咱凡夫呢，有一个自作，有一个刻意啊，有一个执着啊，无唔对，这样都正确。可是啊，一旦你来修了，已经达到这高位时啊，修字是无所修，静字是无所静。断而无所断呢？这款的境界是啊，已经彻底超凡入成境界入面啊，所以无有修道之求啊。也就是讲，伊的心无染着着苦集灭道境界，所以呢，马上的能顿然啊进入圣人涅槃的境界入面呢。哎，为摩诘技术又讲啊，所以者何？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法无虚论啊，这个虚论就是讲法啊，以当下远离对胎，法爱远离心的执着性，法啊爱远离啊心对境的爱乱。如果那心境永远对立的位置，永远都虚论。开玩笑，法哪里有对立法呢？那法有对立法，哦，有空。有有有色有心，个性有一个对立位置，该是虚云。所以呢，为摩诘技术讲这个道理是完全的，教咱人去修道啊。以三宝来讲，要爱皈依，哦，爱学习三宝，哦。但是呢，学习皈依当中无染相，安尼才袂产生法的虚云出来。你修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啊，
恁嘛袂当以执着心染着这个苦集灭道道理，啊，了解伊是构成缘起事实，缘起当下是本性空寂啊。因此呢，才彻底呢远离了一切法的虚论呢。伊佫讲啊，若言我当见苦断执正灭修道是即虚论。哦，伊甲佫正面佫讲倒转来就对啦。如果讲咱修道人自己安尼想，安尼去想啦，我自己有看到一切诸法的苦，那我有去修道要断入这集苦、交集苦的事实哦。人我去修道断除烦恼哦，我要证成菩提哦。安尼当下就是有执着心啊，伊唔知影诸法是空性，空性执着，要安怎执着？我问你，伊是反问的话就对啦。是即有伊虚论呢，非求法呀。你若以即款的心态来求佛法呢，唔是救主啊，求佛法啦。总讲一句啦，这话是叫咱人去修道啊，唔茫去对三宝呢佛法经产生执着，执着道病。但是呢，有滴要转凡入圣呢，皈依三宝，这是必然的事实。可是袂当执着，那执着家己就生病啊，和诸法偏激啊。苦集灭道是如来圣法的，可是在修道过程当中，你若刻意个染着，安尼苦集灭道，你安怎修道无到正成圣门的境界？叫你呢，唔当爱执着这一切法的意思就对啦。诶，佫听好哦。学佛之人，首先啊，应该皈依三宝，因为三宝是苦海的周行，无有周行，无法度出离苦海。当你渡河之时，需要用这个舟筏，到了彼岸啊，舟筏就用不着，所以不可不求。但又不可着心而求，三宝本体啊，空无自性，无求而求，求而无求，亦复如是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这段呢，佫讲了佫较清楚。伊这意思就是讲啊，咱一个学习如来教法，是欲成就无上菩提。首先应该要皈依三宝，因为呢，皈依三宝啊，这三宝存有一个舟筏，舟筏就是船啊，较早竹排啊啦，啊是讲这个皮所做的这个啊这个舟行，这竹排啊，这呢你过河是有需要啊，因为你无这竹排啊，无这船啊，去过过呢去变化，你永远是这边的花哦。也就是讲，咱修道啊，伫生死的这边花，爱加这三宝这条船呢，运载呢由此岸到彼岸呢、啊。要到彼岸，你袂当无坐这只三宝之船。亲像讲，你要为溪啊这边花，到了溪啊那边花呢，由此岸到彼岸呢，你爱坐船啊。无坐船啊，真这海水真湍流啊，这溪水真湍流啊。你莫跳入便把一跳入呢，拢落入这個水的漩涡内底，会加死伫水底嘞。你袂当无坐船，你要开悟正果，你袂当无坐佛法经三宝的船。由生死的这边花渡过开悟正果迄边花，你非坐不可。由不得呢，你无坐，因為你无坐，始终袂到迄边花。所以讲啊，有一天你若船啊呢？为这边花，自家去边花过了，这船啊呢，这个、竹排啊，你就免坐啊，用不着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呢，咱修道也同款，由这边花一直修，一直修啊，修到开悟正果时阵啊，三宝会当唔免用，唔免用，唔是意味讲等候你要用时用未出来，照常用会出来。所以呢，可有可无啊。
无用的时，伊啊袂用尿尿尿尿，啊要用的时袂讲用袂出来，随心要用就用会出来。意思讲当下该做的意思就对了。安尼叫啥呢？所以不可不求啊，但有可呢，无不可着心而求。你用爱念心、执着心来求三宝，安尼嘛唔对。哎，三宝伊的本体性，毕竟是空无自性的啊，无求而求，求而无求啊，伊意思也同款安着对。安尼注意清楚哦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学佛之人，如果呢不能体达这四圣体的最高理性，就是诸法的空寂性，却在四圣体的思想之上，执着高高又实在自性，又对这四圣体之理性看作呢个别不容。那就成为虚论，以诸法本来的面目呢，相违背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讲啦，咱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啊，如果呢无法度深深的了解到这诸法，也就是这四圣体的道理啊，当下四圣体最高的理性、最高的境界呢？诸法就是空无自性，何门叫做空寂性？后人叫做无性啊！哦，这名词无同款，无唔对。诸法最高的境界就是哪？空寂性。确实，你唔知空无自性，伫这四性体内底，以这思想来讲，哎，执着拢高高，拢总是实有自性的，哎，都完去啊！因为呢，伊空无自性，你看执着伊个实有自性，就对法的认识无正确啊。佮加添呢，你对这四性体以这道理啊，看作高高呢，哇，未融通，未契入，哇，当作呢，拢总是永远格格不入啦。这名字为虚论呐，含这诸法的本来面目啊。当下就相违背去啊！有人在讲，法法无碍啊，尤其诸法的法性空性呢，空不碍空，法不碍法，何况呢？法者就是空，空者就是法，法空是不二啊！啊，你看作高高呢，互相呢又实在自性，当然难怪呢，伊就无法度法法融通啊！因为产生了这个法法的相隔，相隔啊，伊就无法度呢产生所有的无障碍境界。哎，你对这四圣体的道理完全执着于实有啊，因为你因缘开悟证据啊。哦，就这段意思，咱详细个听几遍啊。总共一句，诸法的本来面目是空性，不应该对诸法的空无自性。因此产生一个暧昧无了解，产生实有自性，安尼当下就格格不入。你若无含这空无自性相应为止啊，永远呢伫这现象界枯寂密度啊，伫安尼哦爬车林啊，伫安尼跋烂啦，安尼你无多进行枯寂密度啊，伊本来面目，伊意思讲这对讲这所在，注意个听好。经文又安尼讲：“为舍利弗啊，法名寂灭，若行生灭，是求生灭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染，若染已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即染著，非求法也。法无行处，若行已法。”是即行处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处下，若处下法，是即处下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处所，若着处所，是即着处，非求法也。
法名无上，若随相识，实即究相，非究法也。法不可住，若住于法，实即住法，非究法也。法不可见，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实即见闻觉知，非究法也。法名无为，若行有为，是求有为，非求法也。安尼注意明辨吼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讲，咱这求法同款袂当以这执着的心呢，来执着一切法，求一切法的意思。所以伊就甲你讲啊，先讲出这个解脱的名。如果你若阁染着这个解脱的名，解脱之法，安尼的当下就阁不如法去啊！伊起先啊，为某个技术啊，就对下头佛尊者伊咧开口来说法，讲喂，下头佛尊者，下头佛，你会知影，法的名叫做寂灭，吼、哦，若行生灭呢，是求生灭。非求法的呀、啊，哦，不简单啊，他一句话呢，就一针见血入去啊。三个级别，级别啊，就是诸凡的本空，远离种种的这个虚轮颠倒啊，叫做级别啊。比如讲咱菩提自性来讲就好，菩提自性，伊当下是空无一物啊，清清净净。远离一切颠颠倒倒的执着啊！咦，贪嗔痴无起啊，烦恼无明无现前啊，当下已经净化了啊！当下即灭的，这叫做法。那么你那是起心动念在生灭当中的去爱处的位置，执着位置，是名求生灭啊，非求法也。好，真清楚啊！伊个讲啊，法名无染，哎，若染以法，乃至涅槃呢，是即染足非求法也。哎，这容易了解，无染真简单，无染就用诸法本空啊，诸法本空的位置啊，构成缘起，缘起诸法如何染啊？染嘛生灭，无染嘛生灭，当下空。空不可染吗？啊，你那明知诸法不可染的位置啊，你个染诸法，那叫做庸人自扰之，天下本无事啊。诸法不可染，何况是涅槃之法，哪里可染吗？你那认为讲有涅槃可证可得的位置啊，那你就是比这涅槃可拔掉呀。同一时间嘛，无得证入涅槃，那再过来讲过。所以法者不可染，何况涅槃之法，哪里可染啊？那有所染的者，非求佛法呀！吼、哦，足庄严的。伊个讲，法无兴处，若行于法，是即兴处，非求法呀。这个兴处简单讲，就是咱人的心意性呢，染着一切法，染着呢。一切时空的观念，哦，一切时，一切处所，因为一切处所呢，无非就是啥人事物啊。你若染着啊，都有问题啊哦。染着一切人事物的位置啊，当下与一切法不相应，因为人事物也是构成缘起的。你若染着这缘起的诸法，又搁得病啊，非求法呀。伊个讲，法无处相，那么注意听好，法本空啊，处相不可得的。咱搞到讲过，譬如讲这身躯就好啦，是四大五蕴二合合。既然四大五蕴二合合不会食，请这问身躯可处吗？可相吗？不可处，不可相。如果可处可下为正呢，你就和这个法的本来面目，
所明蔽啊，我看着了呀。诸法空性啊，不可处啊，哪里有可舍的？舍嘛空性，不舍嘛空性啊。这是诸法的本来面目啊。所以就你讲讲法无处舍，那因为有处舍呢，非求法呀。伊个讲法无处所，若着处所啊，是即独处非求法呀。伊这意思就是讲，法者无处所，这个处所注意爱听好。大体上讲起来是指着这阿赖意识来讲，凡夫众生咱呢，拢接着啊，有一个这心意识，无唔着。啊，既然接着你的生命心意识，特别阿赖意识为止啊，因为永远也不能开悟证据，因为阿赖意识还是构成缘起性空的。了解伊空性，如果伫八识殿中所有贪嗔痴无明烦恼净化了，显露出大圆境地菩提自性，安尼呢，咱方便讲叫做无染着处所。啊，如果你染着种有一个菩提自性搁伫个位置啊，有一个处所搁伫个位置啊，安尼又搁不明三昧个处所叫菩提自性呀，非求法呀。诶，佮听好，法名无相，若随相识，是即求法，非求法呀。即、这个法名无相，咱顾名思义啦。譬如讲《金刚经》有讲这个问题啊，讲实相无相，名之为相啊。诸法伊个实相是不可随啊，空无自性，哪里有相可得啊？如果那是有相可得，可看为者，这个法也是生命法，所以诸法的本来面目是无相啊。啊，如果你啊随这相呢，去流转，回转，回明彼为者呢，求相之心，明之为非法，不如法去啊。因为诸法本来面目，拢总是无相之法啊。所以经典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希望之幻呢，要如何求啊？一旦流入这求的当中，安尼就互诸法甲你骗去啊，非求法呀。伊个讲，法不可住，若住依法，是即住法非求法呀。伊这意思就是讲，法啊，你不可住啦。那么，请这问对一样物件，伊可住的啦。讲身躯，身躯是生命法啦。哎，咱这间厝很庄严，这间厝嘛不可住啊，嘛是生命法啦。你用这日月车，日月车嘛是生命法啦，不可住啊。所以呢，既然三无大地、人生观、宇宙观一切诸法，拢总是不可住为止啊，你偏偏要个住呢，哎，你偏偏去丢掉啊你。都有病啦，安尼非住呀，佮听好，法不可见，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啊，是即见闻觉知非求法呀。这个见闻觉知啊，拢构成缘起啊，那缘散的位置啊，见闻觉知又佫消失去啊。所以染着眼能见，耳能闻，哦，哎，你嘴子有知觉，身躯有知觉，染着见闻觉知为止啊，注意，佫着病。伊只前后意思就是讲，见闻觉知当下是空无自性的，咱袂当对这空无自性的产生一个执着，甲咱讲安尼啊，就佮听好，发无。法名无为啊，若行有为，是求有为啊，非求法呀。意思就是讲呢，法者是无为法啊。那无为法，你偏偏呢，甲行这有为啊，安尼你明明的染这个有为法，安尼呢，因能进入这个无为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无为这款是无染着啊。
啊，你甲染着这无为，无为也变成有为啊。安尼叫做非法，唔是救非法去啊。安尼就清楚吼。这段就是为无结技术对舍利弗一番苦口婆心，叫咱在救一切法的当中啊，不该有所住、有所染、有所执着。有所求，有所念，有所执着，始终不能证成无生法忍，开悟证故，遥遥无期啦。安尼就清楚哦，好听哦。不但啊，有为不是行者所应求的，就是无为呢，亦非无为。若以为有果实在，无为可得啊，同样是大错特错。毕竟有为无为，空无自性，皆是假名虚实故。安尼注意清楚哦。意思就是讲啊，不但这有为法，唔是行者所应该爱求的啦，哪怕是无为法呢？无为法也是不可住、不可得的，所以染有为、染无为啊，拢总是弊病。那以为有者实实在在，无为法可求、可住、可得、可证为证呢？同款是大错特错啦！这到后壁我发挥再来讲，因为毕竟有为法是空性，无为法忽然不是空性啊。既然空性为证呢？其实你做有为法加无染着，以空相应，安尼这有为法也是呢无为法一样。换一句话讲，无为法你个染着，你盘可净可住可得了一只，安尼这个无为法的涅盘同款是有为法，安尼最清楚无？你也卖落入这个实有论，卖染着的诸法以实在性。安尼一切有为法同啊，依空相应，安尼就是真正所谓的求法啦。何况诸法拢是假名的事实而已啊。安尼呢，你透过这个观道去的正见，同啊依菩提相应。所以一部经讲啊，叫做《解心密经》云：是中有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。无为亦非无为，非有为。听真会高高吼，来注意听哦。是中有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啦。意思讲，这有为法啦，你袂当伊是有诶，啊那袂当讲伊实在，讲实在，讲无实在，这两是两端的位啦。有为伊无染有为，住在无为伊无染伫这无为。一当下你讲是有为还是无为啦？破咱人讲空染空，讲有染有啊。其实空跟有是一体，哪里有两杂、有两面、有两鬼呢？是方便分开来讲啊。所以唔使讲是中有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啊。啊，这个无为亦非无为，非有为啊，同款意思啊。啊，离开呢，这个有为法，讲另外有无为法，迄都问题啊。啊，离开这个无为法，讲另外有有为法的位置啊，这大大有病啊。虽然袂当离开这个无为法，另外有有为法，嘛袂当离开有为法，讲另外有无为法，可得可住可证。因为啊，有为无为是共体，只是以空相应，了解有为构成缘起，缘起的法当下是空无自性，无染着这个空无自性的缘起，因此咱讲这有为法也是无为法。换一句话讲，这个无为法嘛袂当离开有为法来讲伊呢，另外有所谓的有为啊，来注意听好，譬如一个来讲呢，我伫遮呢，手啊位在半空中呢，安尼比三下啦，咻咻咻，
诸位啊，这里有学问啊。我的比三的当中是有为还是无为啦？注意甲思考看卖啊，思考看卖。你讲个比三的是有为还是无为？你马上讲有为啊！错了，错了。如果若讲个比三的讲是有为的位置啊，安尼自会妄语。因为事实上讲起来，我手伫个比三的当中。我并无染着我这个动作，我这块的动作呢，并无个染着。又搁何况呢？这个动作一动也是延起性空啊！这延起性空，我无个接着，无个染着，当下就无为。但是你有听好哦，无为是无为啊，无为是无为啊，袂当离开这有为啊。听有无？啊，可见讲个这无为是建立伫个有为当中啊。离开这有为法，这个无为法不可得，同款这个意思。这有为跟无为呢，两个是一体两面水，无染着安尼尔。所以个做尽量个做，做无染着，无染着个做法就是无为法。我嘛要讲话哦，佮个修修。咻咻，个 B 三 A， 可是我对这 B 三 A 的动作呢，佮爱染贪着自相呢，安尼这个无为法也变成有为法啦。如有这世间呢、啊，被法呢所染着困住啊，安尼这个无为法也是有为法。吼、哦，讲佛法万地深坑就是安尼啊，佛法无变就是这意思啊。所以我要讲话啊。有为法是建立在无为法的当中，讲有为法，同款理由，无为法未当离开这有为法来说呢，另外离开有为个无为啦，因为有为跟无为这两物件是同体，作为一面的两面说而已，当下无染着，依空相应，而当下有为无为啊，不一不异啊。无啥物两样，唔是两样物件。所以呢，注意啊，这是说明了佛法是都是伫个生活当中。如果离开这生活，讲另外有这无为法呢，该为魔衰啊。所以伫个日常生活点点滴滴、分分秒秒、思维动作当中，无染着一切呢，你所思维动作的相，诶，当下就是无为解脱。分分秒秒，日日夜夜过迄个涅槃的生活，过迄个无生法忍的生活，过迄个解脱自觉的生活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经典佮讲话啊，伊讲啊，是故舍利弗啊，若求法者，以一切法应无所求，虽是易时。五八天主啊，以诸法中得法眼睛，吼、哦，注意听清楚啊。那么在迄个时阵啊，维摩诘居士就阁对舍利弗因讲啊，讲，正因为我头前所讲得法的无求的道理，如此如法求法的道理，我是讲完的当下。舍利弗尊者，你也知影，那是求佛法者，一切法啊，皆是无所求啊。那有所求，就染法自法，安尼你就不能证成菩提。不能证成菩提，原因就是你染法自一切法。所以求字无求，为啥求字无求？因为求法是对。和你心开意哦，心开意浪意浪啊，心开意解啊，无唔对。所以诸法呢，伊当然是空无自性，你不应该诸啊，诸你家己就得病啊。了解这诸法的空性为止啊，安尼呢，你就堪和他相应啊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在讲到这来的时阵啊，当下依会呢五百的天主。
同一时间呢，在诸法的当中得到法眼净呢。这个法眼净就是以小乘来讲，证成初故一如汉，初故就了啦。大乘法是证的这初地菩萨。那注意听好，听好哦。以诸法中啊，得法眼净，法是真理啊，眼是智慧。以智慧通达真理，即得法眼净。小乘开悟得法眼净啊，是证初故；大乘得法眼净，是证得啊初地境界。修行人达到心境一如的阶段，有时只听到一两句的佛法，当下即可恍然大悟。这是犹如平常累积深教的功夫所致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得到的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这就是讲法眼净，伫小乘经典、大乘经典，咱拢时常听会到啦。既然听会到呢，是啥物会叫做是法眼净呢？哎，咱经文就讲啊，法眼净者，法就是真理啊，眼是智慧啊，智慧眼，智慧眼啊，眼代表有智慧，目睭就对了。哎，用这智慧之眼了解着真理的真相，安尼叫做得到这法眼净啊。那么咱的智慧无够，唔知这诸法的本来面目，唔知真理的真相。所以书将咱浸伫凡夫眼内底，不能看清叫做法眼净，法就是真理啊，哦，啊眼就是智慧啊，用这智慧之眼呢，了解诸法的本来面目，叫做法眼净。注意听好，如果修行用这智慧之眼了解诸法的本来面目，这方便讲叫做正行高位啊。那么当然证成高位这个境界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关系是关系，以小乘来讲，最低就最起码证成初故，也这个罗汉呢。你小乘数个嘛，初故、二故、三故、四故，最初呢，第六叫做初故的境界，小乘哦。那么一大乘得到这个法眼净呢？同款境界有关系，有所谓的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那是十地菩萨。可是以最低来讲，最起码就证成初地的菩萨地啊。那么依此来推呢，向上来讲，有可能证到十地菩萨去。那么注意听好，咱个修法苦托的人啊，那么那大家这心境一如的阶段。也就是正五感的心甲境拍成一片啊，无对立啊，佛门叫做无性法印呢。安尼这时阵甲你恭喜，有当时啊，你小可听一句佛法，听两句佛法呢，马上会恍然大悟啊。你所以恍然大悟，唔是讲突然间呢，唔是天才，唔是你强你牛，是因为你啊平常时。累积了真济，听真济佛法，了悟真济佛法，感悟着人生宇宙的真理，佛法听真济啊！所以累积了你真深厚的功夫啊！因此在这经营之下，一刹那间，啪啪，马上恍然大悟。这恍然大悟呢，唔是讲你即马就马上有法度呀！你无量世、无量劫以来，已经修行修到呢，我常讲一句话：瓜熟蒂落。瓜乃熟的时候呐，伊个蒂准就落去，准膨鼓啊，就来啊，吼啊，种水果，这水果已经哦，哎，有水分甲疏松，啊，最后这水果用黄啊，成熟啊，一自然呢，伊这个水果就落落去，叫瓜熟蒂落，为安那伊落。众因缘具足，众因缘圆满，以非缘不可。
挡也挡袂掉。你想要想办法听呢，伊也袂落去，叫瓜熟蒂落。所以修道人伊的功夫会遐尼勇猛，遐尼有深入，遐尼啊恁自在解脱，这完全是修道人平常时啊，伊累积，伊累积，累积个深教的佛法的圆满。所以功夫一旦来成熟，啪啪一声尔，当下轰然大悟。亲像讲这水果成熟，就连落去，迄枝也都落去。那这唔是讲平常时人无去修行、无去听话人，伊都有法当体会到呢。这若无修行，一般泛泛之辈，诶人是无可能做会到的啦。安尼最清楚吼、哦。虽然佛门定讲一句话啊，天下无自然的色气，无自然的迷途。哎，迷途所以迷途，色气所以色气，色气唔是提来食，是色气摩尼佛的意思，干清。色气所以色气，迷途所以迷途佛啦。伊经过三代阿僧之劫，累积了伊深教的佛法的智慧的功夫啊，最后伊伫菩提树下呢，证成无上佛道啊。所以过去累生累劫的修行，就是因。最后，伊累积功夫的成色圆满，这就是果啊。所以开悟证果，唔是讲有天才、有自然的。佛教相信，佛教相信无了天才，也无了自然的。凡所代志有前因后果，那么果是为因来，因的累积圆满，果会倒归于因来，因会倒归于果去。果跟因也是一体。比如咱即摆是恭敬，是说法，是修福甲修慧啊。有一天的时阵，咱是无爱成佛，自然就会成佛。咱在座1350几个菩萨，哎，有缘就听《维摩诘经》，有缘就听《维摩诘经》，听《维摩诘经》听到呢，你智慧哇大开眼界啊，智慧呢茅塞顿开啊，无明烦恼顿断啊。福慧一直圆满，一直圆满啊！你无想要成佛，自然有一天伊就成佛啦。所以听经闻法，修这福慧，修这明心见性，真构成成佛的因啊！以后有一天，你自然就开花结果，成就佛道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哦！哇，时间到咯，为毛结经是要讲的当中？时间无应准，会见下。那明仔载为摩诘经呢？第82天，同时间再会。